吃虾。母的带膏的，母虾会有这样的红膏，公虾呢就是那个肉多一点。这个龙虾呢，说到这个龙虾再多说几句啊，龙虾它也是属于海鲜，我们给大家发呢鲜活发货，到货是包鲜不包活的。所以呢建议慎拍。有的朋友哈，就是因为它成活率很高，然后呢，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啊，到货，比如说啊龙虾死了，死了也是可以吃的。哇，超级香。